声好熟悉哦，你是不是在那个花絮里面有出现过？我们在拍《青蛇白蛇》的时候。对，我觉得我的笑声是不是很经典？我觉得你可以就你有你演那个古装剧好了。你觉得我们很适合？很多人说我们很适合，你们觉得适不适合？嗯，你们觉得呢？那年下雪的时候，知道你我的心就暖红红。围巾给我，手套没手套呢，给你妈妈的。我觉得每一年是不是就是需要播放这首歌？对，因为那年下雪的时候，对这首歌特别应景。每年下雪，我跟姐就会立马播放这首。对，而且哎，你有碰到初雪吗？我有啊，一打开窗，不是一打开窗。你要跳下去吗？你真是冷死！一打开窗，对，一打开窗帘啊，窗帘，然后哇，一片白色的雪，就特别特别美。我觉得好浪漫哦。嗯，我也喜欢雪，那些特别浪漫，手冰冰的现在。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比起去年的话，这次的初雪特别多，就厚很多。嗯，然后不是那种一点点，它是挺大大坨的。对，挺多的。而且我不晓得明天会不会化。那一会儿我们要不要玩雪？不用了。为啥？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哪？准备好了雪。为了庆祝今天的初雪，给大家准备了楼下的你认真的雪雪球。你看叫雪球，认真的就跟雪球能动。你看，你看什么鬼啊！而且它都没有化，是因为真的太冷了。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没有想到你是认真的。我们要庆祝一下今天的初雪，来拿着吧。哎，它有点软耶，它是棉花糖吗？对，我其实看，其实我想要就是那种雪的感觉，它其实就冰块了。对，但是它仔细看的时候，它其实它的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就是下雪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知道它的雪。它的那个雪球啊，就是它不是一落一落下来吗？像下雪，像下雨的感觉。但是你看清楚它的那个 pattern， 它的花样啊是花色的，不怎么说？那个叫什么？它怎么说？那个、雪花，对、嗯、对，雪花、嗯，它是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图文，真的假的？真的，但看不太清楚，用那个显微镜。而且它每个雪花都是不一样的。它每个雪花都是不一样的。你要不要吃一口？很脏，好啊。我觉得为了庆祝，我们就是真的是又再次一起拼了，一起度过冬天。对，立冬大家。立冬是不是吃饺子？我吃了。你吃了？我没吃，我想减肥。我吃了。我改天再立冬。我吃了猪肉馅跟三鲜，你们吃哪一个馅呢？好冷啊，超级冷的。你们吃哪一个馅呢？还有有人说有吃玉米馅。你们吃了吗？吃了那个醉菜是吧？醉那个怎么？哦，韭菜。我给我都懵了。你的普通话怎么了？那个不是醉吗？哦，韭菜。我之前也会，我一直以为是醉菜，我现在才知道是韭菜、啊。我之前会常常念错字。两个外国人，两个外国人啊！你无语了，真的让大家都傻眼。我都已经冻傻了，你知道吗？哎，我发现你今天没有换衣服了。什么？你没洗澡啊？有啊。你怎么那么省水呢？你是不是要在雪中洗澡？太省水了，果然是节省一姐。说到那个。大家有没有看我们超星星的播出呢？我看了。你看我了是吗？因为我跟姐其实很难得这样子分开录制或是分开上节目。嗯，然后那一次姐姐参加了这个叫做体能赛是吧？对，团体体能赛。嗯，对啊，那时候我一个人录制呢，会不会有点想我？有点孤单，就是觉得好像缺少了我。我觉得我有点社恐，就不知道该说啥，你有特别尴尬。你有聊天吗？
你有好，你有聊天吗？有聊天，就是因为我是那个海外队，我们是海外队的嘛。对，我们是海外队。当时有米卡跟那个小九，对 ，Intone 的。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们三个就一队，就大部分的时间可能用英文来交流吧。嗯、我看你们好拼哦。哦、你看哇，我看了那个什么肌肉线条都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很使劲的在搬你一步。对，我是因为那当时是这样子的，有四个关卡嘛，然后第一个关卡是有那个爬那个绳子的，然后第二个是、就是、绳子是谁？小对，就是 Intone 的小九，然后第二个是那个 Mika， 就是有那个叫什么？哦，搬那个沙袋，然后要跑大概100米。嗯，100米，沙袋多重、啊？特别重。特别重，我自己试过超重的。那女生应该、嗯、我估计对，估计不太行，做不到。然后我是第三个关卡，就是那个匍匐前行，这算是一种军训的那种，对对对，有一点比赛是吧？对。然后第四个关卡就是三个人要一起搬那个轮胎。哦，我看到轮胎、那个、我跟你说，大家不要看到轮胎很轻的感觉，超级重的。三个人搬的话，其实也是有点费劲的。是吗？超级重，对。那我在就是我们在它是几公斤？前一天的时候尝试的时候，哇，你的手，我一个人尝试的时候，你手没拉到吧？对，我快往生了那时候。你手没拉到吧？我吗？没有啦。对。你们有带护具吗？护具，我有那个带那个手套。对，手套。哦，因为匍匐前行需要这个手套。对，不然会。但是我还是割到草了。但我看到你速度特别快哎。很快。像一个蟑螂。真的就这样刷过去，我想的话，我当时我当时也觉得说自己要成为一只蟑螂。就是要越快越好，就是快到我想打这个小强都打不过，你知道吗？哦、但是我因为我是这样想，因为我们在就是比这个团体体能赛的时候，他们说就是时间越短就会赢。但是我在想说，我要计算一下到底要怎么赢的会更快。我所以包括就是我们击掌的时候，我都已经算过，哎，如果击掌要击怎么比别人更快。对，我看到你特别把手举起来是吧？为什么呀？是因为你看我匍匐前行，我不是要蹲下来吗？对，我不是要趴吗？对对，所以趴的时候的过程可能需要1到2秒。嗯，但是如果我蹲下来的时候会可能会省个1到1秒左右。嗯，所以你已经想好了该怎么省时间。对对对，对，因为我看你就是手举得好直哦，你还有这个力气举手呀？没有，我还没有开始啊。对，就是你举手那一刻，我会觉得哇，你们就是好像都已经讨论好要该怎么去把时间缩到最大。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默契的。我觉得就很可惜，到最后就是碰到那个什么上面那个那叫什么？你有碰到吗？那什么？那叫什么？那个疼吧？那个疼，对。然后碰到就是被发10个波比跳。啊！你们三个都要做波比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波比跳，就是我人生当中最阴影的一个动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哦，你最讨厌的波比跳。就是我居然我每次做波比跳，我会铁腿，知道吗？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搬了轮胎之后，还有波比跳之后，我基本上走不了路了。我看到你的脸好狰狞哦，这脸已经像苦瓜，你知道吗？就完全我跟你说没有休息，整个对整个节目组人都在等我一个人走回座位，因为已经铁腿，我随时随地会跪下来，知道吗？我随时随地会拜年了。天哪，就拜姿势了，是不是？对，我真的就已经软了这样子。做波比跳，我看真的是做10个，就是你们已经跑了这么远，然后还要做10个波比跳，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听你的话，我觉得还是平时都要多做波比跳，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铁腿的情况。对，就是平常都要自己训练，就不会觉得哎，就是脚步好像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肌肉的发力。但我觉得再怎么样，团队精神很重要。对对对，所以我们当时是有先讨论好，哎，谁就分工啊，就分工说，哎，谁的手臂比较有力啊，谁比较匍匐前行，或谁会可能会比较快啊。我在想说，你们在搬轮胎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可以去把它更快的翻过去啊？也没有什么技巧，其实那个动作是深蹲的动作，对，它不是臀部的动作，它不是手的动作，是深蹲的动作，对，臀部的动作。哦，就是一直这样子。可是如果是三个人一起这样子抬起来的时候，那他是不是又说他会撞到地板？对，但是我觉得我对队友们就是 Intone 的 Mika 跟小九，我觉得他们的手臂力量都很强。
都特别强，看到了就哇，真的是，所以我觉得都是很互补的吧，那种男人力，我更期待你，也就是下一期是你了，好像是哎，下一期是我，大家看预告了吗？对，但不能剧透哦。你们看预告了吗？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就风吹的。你们看预告了吗？我也看了。你最爱的卡丁车。我在家里有好多个头盔哦，都是卡丁车的。嗯，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卡丁车了，不是说因为突然就是有这个比赛才喜欢上，就反正就本身就挺喜欢。对啊，我跟你就那时候还不错，我们玩了十年了吧？对，新加坡。对啊，我们新加坡还有哪里来着？东京。东京啊，还有哪里？香港、北京、澳门什么，就是能去的地方，我们都会就是看你有没有机会去玩卡丁车。太冷了，天啊！自己平常的喜好。就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观看哦。你们的暖气来了吗？因为听说供暖是十一月中对吧，十一月十五号，但已经开始了，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了，我们怎么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好冷，超级冷，我觉得像那冰窖知道吗？冰宫吧，天哪，调整一下。我看粉丝们说今天好冷，说快给我穿点衣服，我今天穿两层呢，这是我的保暖衣，还是外面一层，接下来再穿多一层。这是滑雪的吧？不是，这是我的睡衣。我里面只穿一件衣服。看说重庆也冷，对，它超级冷的。那像北京几度了呀？今天零度了吧？零度了。哎，我们今天还能玩雪吗？可以，外面还没有化干净，可以。再见。我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哎，你跟我玩雪吧，我们就播着这首歌，然后跳一支舞，一个雪舞，然后在下面说，哎，我们要不要在下雪里面我们做波比跳？再见。就波比跳啊，没事，我觉得参加运动，参加运动会真的是很锻炼我。真的，因为这是我逃避不了的，知道吗？对，因为逃都逃不掉嘛。对，你平常自己就是。一旦要健身就犯困了，所以这次参加我觉得也是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是吧？锻炼。而且你知道我当天录制的时候，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就锻炼了一天。我卡丁车你知道我睡多久吗？睡多久？半个小时。我早上六点起床，然后两点睡吧，四个小时。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担心我的状态，因为状态不好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视线，就是在开的视线。对，而且我那时候我麦粒肿，我其实还没完全好。你们为什么状况连连？对，麦粒肿。但我觉得再怎么样睡多少，到最后呢，大家也不会去 care 你，你睡多少，对，或是睡多少，或是你昨天经历了什么，或者是哎，你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心情不好怎么样，就看的是结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很敬业的精神，最后展现出来给大家，还是要让我们粉丝看到最棒的我们，是不是？没错。然后你们最近怎么样了？是不是很长时间没见到我们了？哎，我看有人说我们要换发色，哎，为啥呀？换个发色。那我换白色吧，就把雪弄在头上，就不用换发色了。我看粉丝们说半年没见了，新歌新歌。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报告一下，你们想超想你们的，你们要我们染什么颜色？可是你知道我们调染，我跟姐姐小时候它会掉发呀。我跟姐姐小时候就几乎每一张专辑都染头发，对。然后我们在发廊，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染到我们睡着了，就是我们染了一天的时间，每一张专辑。对，然后我记得有一张专辑就是已经染到，就是我基本上从这里拿着头发掉到这，就是你本来头发很长，然后它就是从这边断层的，就是直接掉下来，是因为就是什么是断层掉下来？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染的头发直接掉下来。什么是从这个开始？就是染的那个地方，就是这里嘛，然后
不是真的，真的就掉花。我听不懂他说啥。不是，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是掉下来是什么？不是从这里掉下，而且从这里掉下来，就从这边的头发断掉，不是掉下来，头发自己断下来，自己什么滑？对，头发掉什么滑？姐姐可能戴的是假发。对，我以为你戴的是假发。哦，你的意思是？然后从飘头飘头，发质受损，然后对断掉。对，你要让大家解释给大家啥意思？什么是掉下来？哦、你戴假发，跟掉有什么关系？是断掉。对，然后从此那张专辑之后，应该是我没有记错，是《漫游乐园》吧？从那张专辑之后就没有再染了，对，没有再染了，就基本上要护一下头发，我知道护一下头皮。那是《漫游乐园》对吧？对，第六章是吗？是第六章？对，是。哎，我想一下，对，第六章不是吧？第五章吧？对，第五章是2020。对对对，第六章，第六章。所以你第六张之后你再也没有染头发吗？哎，我记得我们有啊，后来我们染了，就是 Canada 三张专辑也是有染了一下。我有染了，但你没有漂、哦、你没漂、哦、对对，没有漂。然后姐姐就对这个非常有阴影。对啊，直接断掉从这儿。对，然后就她很担心说她会不会秃头。就从之后的演出都要戴假发。对啊，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染了。我觉得黑头发挺好的呀，对吧？而且都百搭，是不是百搭？嗯。那看粉丝们也说卷发永远的神，就是我们很适合卷发，是不是？多卷。对，卷发也挺好，但我自己不太会卷头发，弄好久，就直发好方便啊。对，但我们总是直发，有时候可以戴一个头套。对，偶尔也可以戴假发呀，就是那种整套的。哎，你这个是有美颜吗？没有啊。没有怎么美颜吧？有美颜吗？这个没有调美颜，应该是原图吧？你有发现？你可以回想一下你黑眼圈好去年的今天在做什么吗？想一下，今天几号？今天几号来着？今天是七号。今天是七号。我想一下，去年的今天在干嘛？七月七号，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刚回来没多久？对，我们刚回来没多久。对啊，然后再跑通告嘛，那个时候。你们记得吗？去年十月七号我们在干嘛？对，我们刚回来，十一月嘛。对，我们刚回来没多久。Open your eyes。时间过太快了，天哪！说好久不见，白球了，然后让我们再拍 Vlog。说到我们 Vlog， 好像我们已经拍了两季了。白兔陪你走过的青春，我们第一季的时候是在2019年，对，第二季是在去年。哎，今年好像没出哎，哈。对，好像是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好像拍得很丰富，就是我们生活的，还有旅行。对，当时我们在海外嘛，所以拍了整个过程。对，对拍了我们怎么。坎坎坷坷，对对对，都回来。对啊，第三季什么时候拍？因为我希望说每一季都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我觉得第二季基本上就是海外，就是进修啊什么的都有嘛。进修、写歌，还有我们的生活。生活，对。对，然后第一季是健身比较多，我记得。第一季是健身吗？对啊，健身还有什么？哦，第一季可以问一下大家，第一季你们还记得吗？白球陪你走过的青春的第一季都播的是什么呢？有12集是吧？我觉得第一季剪得特别用心，就我特别喜欢后期。第一季是练舞吗？有吗？那后期老师真的做得太好了，而且演出练习。其实白球陪你走过青春，我跟姐姐是第一次参与到。这个制作，所以我们告诉后期老师我要怎么剪，然后该要放什么样可爱的表情啊，或者是画面应该怎么呈现，应该怎么转换画面、啊。对，在做第一季的时候，那时候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在洛杉矶，对，然后每次不是每周都得那个上传嘛，然后。我们是有时差的时候，那我记得在我们洛杉矶时间每次都要大概凌晨
3-4点的时候上传这个视频，然后跟后期老师们就是确认，一步一步确认，然后一条一条视频的过，你知道有多难吗？我真觉得包括文字啊，文字编辑啊，贴图啊，我真的觉得当制作人，就是尤其是就是幕后的工作人员真的很辛苦。对，所以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虽然辛苦，但是我觉得也是很过瘾的。对，我们能够去，我们能够去主导自己的视频内容啊，就是对，可能之前我们很多视频都是乱七八糟，是吧？就是可能质感上没有这么好，然后经过自己的手的话，其实我觉得会稍微会让大家看到。想象的那个画面，对，然后理想的画面，对，然后我记得每次都要去设闹钟，然后凌晨3点要去上传微博，洛杉矶时间当时，而且还要审核一段时间。然后我记得有几次我们睡着，然后睡着，然后粉丝们就说 vlog 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那时候就真的是困炸了，就是等于有时差嘛，对吧？就是我们也想要就是。在大家晚饭时间播，对，而且剪辑这种东西真的是，如果你们自己也有在剪的朋友们，你们也应该知道是有多细，你知道不只是上字幕，你知道吗？对，还要去选画面，画面好不好呀？然后要跟着音乐的节点啊，看是不是有卡到点啊，或是卡到拍子啊，或是哎这个音乐跟这个画面是不是符合呀？然后你还要去挑歌。然后你还要去对，要配乐，还要去想啊，例如说每一个音效，你说的每一句话的哪一个字要配音效，然后要怎么切换画面？对，所以我们会从那个很多的综艺节目去学习，对吧？对，就多看综艺节目，其实就会 get 到那种特效啊，该怎么去做。对，那挺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对吧？对，也是。就算我们不会，但是还是会。总会有会的那一天，对吧？对，总会有那一天，我们还是要学会的。但也是自己本身一个兴趣吧。那我相信没有女艺人那么喜欢后期，或者是那么喜欢很多幕后的一些工作吧，对吧？你觉得有吗？你说什么？就是剪辑这一块，好像我身边应该没有太，一般都是男生都是做这些东西，女生比较少的，对，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我们也有男人的一面。然后看到粉丝们说有没有关于新专辑的消息可以透露一下吗？然后也问说第三季能不能拍制作小九的花絮？因为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说过，对不对？对，哎，好像有哎，因为我们的新歌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录制的，还有那个录音，对吧？你这字想那么久啊，主要我现在冻坏了，然后有点说不出话。对，然后很多人也问我们的近况啊。对，什么时候会出新歌？新歌花絮啊。你最近几公斤？我有变瘦。你几公斤？你有？我没有称，但我今天晚上没有吃东西。我称了，你猜？你猜多少？47.7。啊，还可以啊。不是有点好像比变胖了是吧？不是，我好想吃巧克力，要不要吃巧克力？哎，我说错了，是87.7。87是多少？43公斤哎。43公斤？87.7。那我不该吃了。87.7除以20不该吃，不该。87.7除以20多少？你不要再说吃了，我在吞口水，知道吗？不是，87.7除以二是多少？87.7除以二，我看错了，是87。我跟你说，我前几天吃了很多巧克力，不知道为什么。43.85。哇，你43.85公斤？哎，我之前好像最低最低。那我还活着吗？啊？不是，因为我最近断食。我该不该活？我最近断食，也没有很久，我这次断少过30小时，然后我在那过程其实挺烦躁，然后心情特别不好。因为可能已经很习惯少吃，然后又对吧？这样子你要养一下胃哦，不能这样子，老这样子。来看一下我的新指甲，有米奇，这边是米奇的身体，好看不？你呢？你没有？我是金色的 ，bling bling。你是闪闪的人，哎。对，我觉得就是这种指甲。
跳舞的时候有点不太方便，经常就是掉出来，知道吗？那你这会不会太大颗啊？有点大颗，但是会撞到，很不舒服吧？那你最近都没办法练琴哎？还是可以练啊。怎么练？你指甲我已经剪短了，我原本是长的。那你指甲那么长，怎么练？王者现在是什么段位？哎，英雄联盟现在是什么段位？我们其实，英雄联盟，我想一下。说到英雄联盟。哦，昨天晚上 EDG 拿到第一名啊，好厉害哦，全球第一名，太厉害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圈每一条都是他们，对，因为超级厉害，你知道多难吗？超难，全球，超级难，对啊，全球，看多少个玩家，我真的很佩服，太佩服了。你们有看吗？真的太溜了，我真的。对，因为说英雄联盟我们自己有玩嘛，对手游的部分。对，我跟姐平常有空的时候都会玩英雄联盟的手游。哎，其实英雄联盟手游好像有关注我们微博，有吗？我也偷偷关注了。我们要多玩，我想要就是冲，因为太喜欢了，冲上去。对，刚开始好像比较容易冲，然后到中段的时候是比较难的。对，但我一定要去重播重看一下 EDG。对，要多学习该怎么玩呢？对，多看看是怎么去打赢那个对手。对，它是有技巧的，就是团队的精神很重要。对，团队精神很重要。他们也是多年练习，要互补、啊。每一天练习，超用功的。对啊，比如说我跟你也互补啊，对吧？嗯，你们觉得哪一部分比较互补？我跟你吗？对啊。嗯，我觉得你就是稳。你很稳，就是很多事情你有时候我可能非常冲动的时候，你就会拉我一把说哎，我觉得是这样。对，然后你是那种有时候太稳，稳到面都凉了。你别说吃的了。你在干什么？我对我基本上我不想晚上吃，但我有点饿了。其实我觉得冬天好像很适合吃那种面食，我最喜欢吃面条了。你呢？那今天就要吃水饺，你们记得吃水饺哦。去了，已经去了呀。而且其实我们去了两次，因为出了一些状况，这样子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对，好的时候一定会发呀，对不对？大家看到我们那个青蛇白蛇的视频了吗？你们看了吗？好不好看？我们特别在一个公园，在晚上的时候，大晚上的时候拍摄，然后团队跟我们就是真的是挨冻了好几个小时。对，为了拍一个那么美的画面，真的是辛苦。其实我鼻涕一直在流，大家没有看到了，你细看真的会看到鼻涕。你可以放大，可以放大，一直在流。对，然后保安们也是非常配合啊，就是大家都很专心，很专注在做的事情，那个力量特别大。嗯，我觉得我跟你学舞蹈的速度蛮快的，越来越快了。对，越来越快了。我们这支舞蹈基本上前一天花了一个小时学完的。对，然后我跟姐配合一下，哎，哪一个动作不够齐、啊？大半夜，凌晨十二一点时候。对，一点，我就是凌晨一点。我跟姐就在家里，就是一直在对动作，然后就打到对方，因为可能位置、空间、镜子那个空间没有这么大。对，蛮好笑的，但很有意思。你们喜欢我们跳，古风舞吗？对，很多人说不够看，不够看。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写一首就是古风类的这种新歌，对吧？像之前不是我们有桃花起泡啊，或者双面妲己这种的，大家同不同意？桃花起泡对，跟双面妲己这种古风的歌，挺适合我们的。对，可以写啊。他其实写的话是还是有他的写法，对吧？嗯，哎，很多人同意。勇敢算是吗？算是古风的，对，抒情歌。勇敢算是中国风，对，对对对。你们都看了吗？先发歌再写。先发再写啥意思啊？都是同时进行，但我觉得可以小小透露给他们一下，就是可以大概说一下，我觉得没什么。我们要一起透露一下，我觉得今天直播其实时间比较短了，然后就是我们要在最后在这里呢，在微博
我们微博号直播间 Battle 的音乐电台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月要发新歌啦！这个要发新歌，到底是什么日期呢？不告诉你们。我们 MV 都拍完啦。对，我们都已经也筹备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几年都没有听到我们的歌了？去年《异地恋人》这首歌虽然发了，但是那时候没咋宣传，没咋宣传。对。就是有哦，那时候我们也还没回来，对，没有回来，所以其实有点可惜。嗯、对，但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让所有人都知道说 ，Bye to 发新歌了，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来，你们打出来你们那个弹幕 ，Bye to 要发新歌了，来看一下，你们要在工作室的微博里面关注一下啊、哦。对，这一次就是让你们就是怎么说呢？这一次呢，终于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到底筹备了什么。对，为什么要那么久时间？感觉我们在熬汤，知道吗？对，熬汤，熬了几年的汤，会不会对味？对，会不会对味？然后会不会很浓？会不会太浓了？对，然后到时候要发新歌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粉丝呢，知道我们要发新歌的每一位粉丝都要去翻拍一下，好不好？还有要发朋友圈告诉你们身边的同学所有人，你看，你知道我身边朋友们都会问我说，哎，哇，你们真的有点太久没发新歌，最后一次听到应该就是第八张专辑，那就是2017年，对吧？比赛归比赛啊，就是2017年明日之桃花旗袍那张专辑是综艺节目嘛，就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对，我说的是真一个作品，属于你的一个作品，对吧？对，一个真正的作品，就第八张专辑是在2017年，看几年没发了。去年的一个是单曲，但虽然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听到，但没有关系，我们到时候会让你们听够。是的，就是要让你们听够。这不是小酒啊，这是一个我们要发新的单曲。对。对，因为现在怎么说呢，让大家就是慢慢的品味、对，慢慢品味，一首一首品味。是的，一首一首慢慢的品味，品味品味完了之后呢，就是一杯红酒一样，你要慢慢的品味。对，然后呢，可能、就是、你才能每一个口感都是不一样的，就会觉得更有、就是你会更深入这个歌曲的情感，对吧？对 对, 对，是的。然后其实我们写的歌曲啊，真的是除了经过很多的时间的磨练，还有可能一直改来改去，不是改了快22版本，就正好是这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们疯了吗？什么怎么会那么多遍啊？你们不累吗？你们太认真了吧？就会有很多这种评论，对，或是身边朋友会觉得我们会不会太 over 了，就是可能改太多次了，但其实真的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能够保持最好的，就是一定是做到最好，然后也让了很多前辈们听过，真的是听过一大圈之后呢，对，听了好多年，对，没有到好多年了，也两年左右，没有到好多年，两年左右，然后就是真的是一圈一大圈的前辈们听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写下来，笔记下来，哪一个点他们觉得不 OK， 我们要调整，这样子建设性的评论我们都会写下来，然后一个写完之后呢，我跟姐又会把自己的想法加入在里面，混合在一起，然后才做出一个下一个决策或是下一个更改的一个方向。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直播最大的一个好消息，对吧？除了初雪之外，就是我们终于要发新歌了，我真的等到枯萎了，但真的出首歌要做很多很多的筹备，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呢，对，每一天都有好多人发歌，对不对？每一天都有，但不是说我觉得好的作品啊，就是真的是不是说啊，你想发你就随便发，而是你做很多的研究科普，对，最爱的科普，然后还有很多的
沉淀，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这个作品到底要传达什么。对，你只是想唱，就是唱好听而已吗？对，或者是要看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就是现在很多的口水歌，对吧？嗯，你一刷就过了，就一天就真的是可能听一两次差不多，对，或者是你隔一天就换了一个新的口水歌，嗯，那就没有记忆点，就留不。这些歌曲可能就没办法留不住，就留不住，要留住人的心，对吧？对，能够流传十年呢，对吧？就是我跟姐姐会一直思考，希望说我们接下来的很多作品，每一次的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嗯，我是不是说太多话了？不会，我觉得我们的节奏挺快的。留住你们的心。对，很多粉丝们说，哎，啥时候发新那个什么，会不会有新歌？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回复了，然后下一个问题就什么时候，日期是什么？哈，那你们猜吧。对，猜一下。你们猜猜看，看谁猜对了，我们就抽第一位。到时候就玩一个游戏好了。对，可以啊。对，我们在微博可能会让大家去猜一下。然后看谁的日期最准。不是哦，不是22号哦，猜错了，嗯。我看有些人说双十一。怎么可能，这样怎么抢得过大家，你知道？对呀，啊，他说你不买。哎，对，说到双十一买东西的没？哎，我你知道，我说到直播呀，我最近也其实不是最近，就真的是这两个月我一直在研究直播，不是研究，就是看直播，就然后去买。我之前从来不知道怎么看，因为我每次都会问，没有这个习惯，对吧？不是习惯，就我不知道去哪儿看，然后我会问我的身边艺人朋友，哎，你们平常都会去哪里看什么那种什么带货啊，或是可以买东西的那种直播，然后他们就会给我链接，丢给我链接，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有一个区，那个叫什么，就是有，反正就是有一个，反正有每个软件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入口，对，能够渠道吧。然后我就看上瘾，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在按摩椅上，边按摩像个老人家，然后呢，我们就边看那个直播，到边买。然后妹妹带我入坑，你知道吗？就我之前都没看的，然后我第一次看。Miko，你觉得这个哇？我觉得然后我就太值得了。对，我跳来跳去各种直播间去比较，知道吗？对，然后其实把我们看懵了，因为真的太多了。对，然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很兴奋，什么时候能到货？对，而且双十一，我相信就大家应该会买到。就会断货，性价比很高的东西，对吧？对，就是断货。那你们买到什么了？看一下大家都会买什么，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你可以多买抽纸。我吗？你每天流鼻涕。可以啊。我想一下，你要不多买几件毛衣，你这样就不用。你才买暖气吧，你自己买暖气吧，不洗衣服了。你每天换一个，你不要八天穿一件同一件，你这有味道吧？你都不洗了，我看一下，你是多舍不得，舍不得洗。很多粉丝问说那个它香味不见，对吧？你别说话了，别说话。护肤品，很多人说护肤品，搓澡巾，护肤品。他说可以买 by two 的心吗？那你就要等待我们新歌，看能不能入到你的心。对，等它上架，对吧？秋裤，很多粉丝说我要买新专辑，然后有些买零食啊、毛裤啊。对，我觉得保暖裤可以，保暖裤对，有没有那种就是不会冷的衣服？不会冷的衣服。就穿了就是很薄一件，我很喜欢那种材质啊，什么就是那种穿薄可是又很暖。滑雪是不是才有这种？不是那个材质叫做什么？哦 thermal 对吧？不是 thermal， 还有什么 thermal 吗？那个叫什么，就薄薄的，然后就那个叫什么，那个材质你叫羊毛？不是羊毛，也是我不知道，羽绒是吗？羽绒还有多一个鸭绒羽绒是有多一个忘记了，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喜欢那种薄薄的那种。
很暖的衣服，保暖的那种。对，多整了几件。我觉得今天就是特别应景，我们要不就清唱这首？可以啊，可以边播。你还记得歌词吗？我看个手机嘛。这首太浪漫了。好，开始了。谁先唱？你还记得吗？是我。是吗？是我。那年下雪的时候，想到你，我的心就暖烘烘。围巾给我，手套给我，你的拥抱却是奢求。雪花随心情散落，融化后也只能一切随风。你的笑容隐隐闪烁，心动一下下转眼寂寞。我的爱就像白雪的花朵，在心灵季节绽放就凋落，但愿这幻想你甜蜜的温柔，最后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说。就像白雪的等候，终止到连受伤都没很痛。你留下的回忆，片片的坠落，放弃以后，开始新的感动。好好听啊 ，continue， 好浪漫，那 continue。嗯。看我在雪花随心情散落，听得到吗？融化后也只能一切随风。你的笑容隐隐闪烁，心动一下下转眼寂寞。的爱就像白雪的花朵，在山顶季节绽放就凋落，才认真幻想你甜蜜的温柔，最后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说。我的爱就像白雪的等候，春去冬天受伤都没很痛。你留下的回忆片片的坠落，忘记以后开始新的感动。就像白雪的花朵，在心灵季节绽放就凋落，在认真幻想你甜蜜的温柔，最后连一句再见也没有说。就像白雪的等候，甚至到连受伤都没很痛。你留下的回忆片片的坠落，放弃以后开始新的感动，放弃以后开始新的感动，这个月开始新的要发歌。我们终于要发歌，这不好听的，这个要改一下。那就还是他怎么样越感动是哦哦对吧？那就我们想一人一句想一个，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一句，这我们来试一下作词啊，作词，音乐人要作词，当场编一句词，我知道怎么写了，新的，不是，不要新的对吧？就是可以改一下对吧？白起新歌，终哎不对，新歌，对白起新歌，终于，哎是怎么那个音是什么？白起新歌，终于。我听一下是什么？我看一下，
关系，我姓赵，怎么你不要去框住他。不是，我要看是几个字呀。啊，我知道了，哇，你的好东西啊。让我掰掰起新歌，掰起新歌，哒哒哒哒，掰起新歌要启动。三个字，它后面五个字。要启动呢？终于要启动。对，新歌，新歌终于。对，开始新歌。终于。啊！终于。开始新歌，终于全面启动。启动对。不是说前面那一句也要连呢、啊？要连啊！开始新歌，终于全面启动哎、啊！前面，哎哦哦，哒哒哒哒，拜拜做新歌，终于全面启动，怎么有点 man 啊？这歌词，新歌终于要启动。启动，笑死我了！你们可以完整的给大家来一遍。大家还是没有猜对日期，我刚扫了一眼，然后就是没有看到一个日期是吧？对，还是没看到日期。没事没事，我觉得不能跟大家说日期，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谜，就是让你们睡不着，让你们睡不着呀。你们猜不到的，我觉得你们应该猜不到。就是让你们，就是让你们睡不着觉，每天想说是哪个日期要发，然后你知道为什么猜不到？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猜不到吗？因为还没有想好哪一个日期发。没有啦，就是还是已经大概知道了，对。好啦，可能发新歌的时候呢，就是他突然间他们就刚好他们在睡梦中。我看粉丝们写12345678910，全都写出来了。哎呀，很聪明，很聪明，非常聪明。Yes, important. It's very important, really. Seriously, I'm okay. 我去拿个巧克力出来。我那个巧克力拿出来。哎，没了。我好渴、啊！你看我这个青蛙巧克力吃到一半，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巧克力。哎，我吃一半了，掉出来了，你拿着，你可以看那个卡片。会不会太胖啊？你要吃一口。哎，我们要不这样子好了，我们玩一个游戏，然后呢？胜利者呢，我们就送其中一个甜点给粉丝。可以啊，是不是？很甜。就我们特别在环球。很甜。我们特别在你这边，我满口都是巧克力味，然后喷在我脸上。就是其中一个甜点，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在环球买的就是巧克力或者是糖果。我觉得等环球别到时候再去弄这个。太晚了，到时候。会吗？会到到吗？到时候就是因为来到我们直播间才有这个福利，好不好？我们就选一个，然后我们就出一个，可能出两个问题好了，这两个问题呢答对的话就胜利，然后到时候会有人联系你。那答对什么？我们就出两个问题，好吧？嗯，然后这两个问题如果答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亲自挑选的卡片。什么卡片？亲自挑选，在环球亲自挑选的，甜品。甜品或者是巧克力，就反正其中一个，然后呢，送给胜利者，好不好？但我觉得很有心意。那你问问题吧。我觉得这样特别有心意，好吧？没问题。我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甜点，你想一个问题，出一个棒啊！好的，问题是，我们新歌哪一天发行？然后他们等一会儿，从明天开始，8号、9号、10号、11、12、13、14，飘满了屏幕。
那年的下雪，就这个吧，我挑了这个很大颗的巧克力。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掰出新歌，先说这个是什么。好，先说。你这太着急了吧。这是哈利波特的什么波形巧克力，这很特别，就是你可以把那个酸奶放进去，然后放进去之后呢，你就把剩下巧克力吃完，这是巧克力吧，对吧？对，是不是很大盒？是不是？好，问题来了，我这个舍不得送，但是我觉得没有纸巾吗？应该给一个幸运者吧，在你后面。应该给一个大福利，好不好？当然，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发行歌，然后那个歌曲叫什么名字？歌曲叫怎么让别人猜歌曲叫什么名字啊？太难了。太难吗？对，太难了。要不这样好了，我们一人出一个问题，不要说发行几日期，一定要跟新歌有关的，不要写日期，这样子太那个了。我们到时候后面才他们才会知道是什么日期啊，对吧？猜一猜新歌有几个字？啊，对，就猜新歌有几个字，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是抒情歌还是舞曲，对啊，抒情歌是舞曲，可不可以？几个字，然后抒情歌还是舞曲？好，这两个问题啊，答对的才可以抒情还是舞曲？答对才可以得到这个大块的巧克力，它是个锅，哈利波特的，我特别喜欢，就算锅吧。这锅，这应该是一个盆吧，钢盆，不知道是什么。盆，它应该是一个，它是一个酸奶杯吧，可以倒。对，酸奶杯。对，它是个盆，酸奶杯。然后你倒完之后，喝完之后，你就可以吃剩下这个巧克力，它是巧克力做的。要什么时候回答呢？这个问题？这是很大颗。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回答？我看。那没有啊。我来截屏好了。嗯，截屏一下吧。我截屏一下。你二三截屏啊。嗯。我给大家机会写，你们是写完。那我们三人一位截屏啊。我们慢一点，说慢一点，然后我们就再说一下这两个。你不该是吃吗？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啊？他们都在线上呢。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新歌有几个字？嗯，好吧。第二个问题呢是抒情歌还是舞曲？好，那你去截屏吧，我喊三人游。我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想一下，去想一下。对，然后胜利者就会得到这个哈利波特幸运的巧克力制品，特别大颗，我跟姐亲自挑选的，本来是后面的时候才可以送出去的，但这一次来到我们的微博直播间就可以。就是得到这个大福利啊！我看到有正确答案了耶！你看到了有啊？对，厉害，真的超级厉害，粉丝宝宝们。你不要再吃了，大姐！你不是跟我说要断食吗？然后你在这边一直疯狂的吃。别叫你把巧克力拿出来。把巧克力！天啊，你这样就受不起，经不起诱惑吗？这就当做是一个装饰品呀。我要减肥。你算了吧，你这句话已经说好多次了。那你我喊三二一，你截屏一下。那我喊，那你们这样好了，就是这两个问题，你们要放一个逗号，这样子才会看得更清楚。嗯。然后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就会得到这个大锅巧克力。哇，我觉得它上面应该是薄荷，然后里面还可以放酸奶，好特别哦。可以吃一个月。可以吃一个月，你们每一天吃一口，或是分给你们身边的同学们，这真的是要大家一起吃会吃的吧？对，吃巧克力好饱满，预热两个。对啊，然后你在那边一直在吃。好，那我喊了，你歇会儿，你别着急，大姐。我看一下，看有没有。你好像看到了，好像看到了，你满嘴巧克力，看。哦天哪！好，恢复。好，我要喊一下，十。你的声音好大呀！十九八七六五四，你去截屏。好，再一次，一二三，十九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截屏！你把锁住了，我再重新准备一下。你会用吗？不会。那三二一，我说三二一，看有吗？好，来看一下。有哎，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就一个人答对。我们截屏那个页面就一个人答对，我们来喊出他的名字吧。我们就给他一个什么神秘一点的。他这个胜利者呢，里面是有孙宇的宇，有我的名字在里面，宇。那我们公布胜利者的名字啦，他叫做惨。你确定是惨？不是吧？我想要看一下是什么字。不是吧？惨的。残荷听雨 S 是残、哦、残荷、哦、对荷花的荷听雨 S 对哇你答对了耶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没错哇你们真的是有心电感应吗为什么每个人都现在都写一样的对记得就是私信那个谁来着工作室的是对一定要私信小试试对私信工作班级工作为了领取你的他们会给你们安排礼物、哦、他们会给你们安排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吗然后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对然后大家记得吃饺子立冬了对然后祝大家冬至快乐嗯，你吃了吗？饺子，你还没吃？还没。你刚吃？别再说吃的了，你刚吃很多巧克力了。那你要吃饺子呀？立冬，你干嘛吃巧克力？我就立巧啊。我才立糖呢。好啦，拜拜。今天呢？还有一分钟。对，今天的那个就到这里啦。然后我们下次见，对，下次直播，对，下次直播见，你们自己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对，还有我们下一期节目播期播出播期，我觉得有点僵哦，播出，然后记得注意保暖呢、哦。对，播出时间好像是过几天嘛，要注意一下，那个大家都关注一下哦，好不好？中奖的小伙伴记得私信我一下我们工作室、哦。对，记得私信哦。中奖的小伙伴记得私信。